我们现在就来选择我们窒息的中心位，有想竞选中心位的请举手。有哦，我觉得 Lana 是 center， 因为啊，心肝就是 Lana 就是心肝，对吗？性感就是 Lana 就是性感，所以我们的中心位是由我们的 Lana 主导。谢谢。木乃伊有特别难的，我认为也是这首歌。对，这首歌难到什么程度？真的是唱到窒息。我头大。从头到尾全都是气声。单情歌。但在这水里深不见底，你这个最后一个字非常长啊，很长，然后气息稍微有点就是没事，我们后边再说，你接着来。这个让我窒息，如果大家唱不上去不用硬顶，就把它唱得像一个民歌一样。嘻嘻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有这种东西，硬给我一个高度，唱不上去就小声的假声往上带一下。嘻，再来一次。让我窒息。可以，这样好。教练的表情，教练终于有笑容了。窒息感，窒息感。接着往下来。我不想再错过我的。不对，你我个我不想和我的乐就一定要在节奏里，不要拖。我不想再错过。不对，还是不对。我的乐太久了。你看，抢了吧。我的乐太久了。不对。你们做动作就是完全在小跳，非常不舒服。再来一次。一二三六七八二，没事，你们上去了。我冲！教练，你是不是打探敌情来了？前期我都看完了，我还打听你们敌情？咱们不是同一个节目的吗？怎么分了阵营就把我看成敌人了？你就当我不在。不是拉拉，你那个脸怎么了？啊，这个很热，我的皮肤很敏感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这支舞就是哪怕舞蹈没有那种感觉的话，从你们的表情跟眼神也要有那种感觉，你就太弱了，你懂吗？就是你现在就是感觉像一个，就像一块冰在跳这个舞蹈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你一定要好好练，还有你动作记快点，好吧？做不到，你可以，你得，我也不可以，所以相信林子江和金。But I just too cute, so.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可以学别的风格。你可以，你，好看。真的？那 Are you sure? 大。行。你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。对 ，1 2 3 4，非常好。More confident。对，这个记住。1 2 3。对。没事了。我对自己以前有些误解。一开始我们戏称自己是被选剩下来的人，但是这几天的训练下来，我。慢慢的越来越有自信了。他们很努力，问我很多，
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整个团体更加的亮眼，更加的好，特别是要能赢，咱要赢，加油，加油，大家！